我又发现那个比赛的阵仗了，我又看到我爸爸啊，也是还是斜着的啊，斜着的啊，斜着的设计斜着的是个，自然而然人就在慢慢脚啊，脚啊啊，就站到下面啊，头在上，脚在下，啊，自然而然，头在上，脚在下，这个时候我看到不但有一个细线一样的东西啊，很细的头像头发是那么细的，一个透明的，把脚往下拉的时候，我看到还有一根丝线往天上拉啊，往天上拉，往天上拉，往那个天上拉啊，往那个球的外面再拉啊，好像就是要把人拉的，就这样啊，这样的体位，才对啊，这样的体位才对。这样的体位在对啊，这样的体位在对啊，在这样的体位在对，好像天上还有东西，好像一个像飞碟一样的东西啊，飞碟一样的东西啊，飞碟一样的东西在上面好像维持着那个社会的秩序，维持着宇宙的秩序，就是人设计的时候就这样啊，设计的时候就这样，设计的时候就是这样，脚往上，头往上，也这样。人家说了一句话叫“天人合一，天人合一”，就是这样设计的啊。上帝就是这样设计的啊，上帝就是这样设计的啊，上帝就是这样设计的啊，上帝就是这样设计的啊。好，好，上帝就是这样设计的啊。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